The Last 5 Years， 五岁成长路，这是一部百老汇音乐剧的标题，但是也是最确切的形容我今天的心情的一个题目。想起当初5年前我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迎接第一届的夏令营学生，当时有大概20多人吧，那个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想到，在今天2016年的时候，我们会在全国有超过2000多个学生先后参加过 TNS 的课程。我还记得第一届夏令营的时候，我们的演出只有不到20分钟，那时候我们演了2遍，因为确实show很短。但是到今天，我们去年的夏令营光是最后的演出就已经长达2个半小时。 TNS 这个名字呢，是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想出来的，代表的是 The Next Stage，孩子的下一个舞台。我们一直强调人生的下一个舞台主角就是你，那其实每一个来过我们课程的小朋友和大朋友都知道，在我们的舞台上，他们必须承担起一份责任，一份对自己喜欢东西的热爱。戏剧教育改变了我的一生，让我从一名默默无闻的伦敦大公司的白领变成一名专业演员。后来我更把这份对演戏的热爱转化成为了一份事业，就是把戏剧教育带到我的祖国中国。我在中国接受了基础教育，然后到英国接受高等教育。我个人的感觉是，中国的学生内心有很多的想法，智商也非常的高，但是最缺乏的是与外界沟通，把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的能力。这也许就是戏剧教育的魅力所在，因为戏剧通过一个多技能的培训，可以让孩子们放开那种沟通的障碍，打开自己，真正的有一个情感的输出口，然后才可以把内心的想法分享出来。从20多人到2000多人，这5年来我们走得很辛苦，但是我要谢谢的是所有参加我们课程的学生和家长们，没有你们的支持，孩子们不会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找到这一份自信和快乐。我也相信，也希望在未来的5年，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受惠，让他们在戏剧表演世界里面找到一份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童真和快乐。谢谢大家。